我的床又恢复原样了。还别说，换了2天再换回来又有新鲜感了。在线请教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新冠失去了味觉和嗅觉之后，大概多久能恢复？我觉得现在就是一种煎熬，我天天吃啥都吃不出来味儿，然后这嘴还起个泡。今天晚上炖明太鱼，长炖哈，炖大排骨，先把粉条炖上，炖差不多再加。这个是奶奶的，这是我的。你的头发比较茂盛，但是没有奶奶的长。嗯，看着差不多吧，这根长。这大骨头，妈妈，土豆都面成酱了。馍馍隔夜吃了，泡汤。装起来泡饭吃。一锅炖鱼，一锅炖肉。干了啊！我先扣一下。现在的孩子玩的东西，整不明白，整个这玩意儿，完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，盘珠子，你们都盘珠子是不是？盘子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俺们小的时候玩什么啪去、弹溜溜、跳格、跳皮筋儿，你看你们现在玩的都高科技。哎呀！妈妈感觉这盒挺好的。你就上周这盒这可以装一个化妆品啥的。那我这些咋装呢？我就那么一说，我又没说我要。现在外边已经这样了吗？姑娘大道上也这样了吗？哎，不是，那个有一点。哎呦天哪！我在天天在屋憋的呀，啥都不知道。一看就好吃啊，炖不烂了似的。真扛炖的扛，这是啥呀？啊，摆摊呢。啊，摆摊呢。哎，你今天挺牛啊，姑娘。咋了？大光荣榜啊。嗯。厉害了啊。所以我妈奖励我的玩具吗？下回继续啊。嗯。这多香啊，吃饭。快洗洗手吃饭吧，姑娘，别等了。回家第一件事就把口算作业全干完了，才玩的。哦、行，那行，先坐坐，不用吵吵，一会儿再玩吧。我说你学习成绩上来呀，咱们都不说你，对不对？这么硬的菜你还买洋货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就给你买的。你拉倒吧，我啥都尝不出来味儿。你今天说给我买的，你现在只能尝出来痛觉吗？我痛啥呀？痛，我心痛啊我。
看看这粉条，才发现的伙食这么好，是不是啊？咱俩是什么条件？没事，再养两天吧。我还妈，哎，我和我妈能借点光。我是借你俩光，我啥都藏不出来。我和我妈借你的光。我特意买的金针菇给你，因为我都不吃金针菇。完了，第一个那啥掉外头。大骨掉啃的吧？不是，平常都不吃这玩意儿啊，专门给你买的。嗯，你刚回来不是专门给我买的吗？这个金针菇，你把牙修了？今年去修的？懂。不修完了吗？我自己，那是临时的嘛。嗯。就是真正的最后一次了。就完事儿了呗。嗯。有点不太得劲儿呢，胀。妈妈。嗯。我是不是给戴牙套了？嗯。戴上矫正的那个。嗯。还不如搁这儿吧。我晚上说老疼了。你还想闻点？嗯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啊，这假的呀。奶奶说是假的。嗯嗯。反正这粉条炒的不是那么好。嗯。不是俺们店的。你这两天你没上班儿。干嘛的呢？没拿回来。那你路过就上店拿一袋回来的。我没寻思他妈这里放粉条，是有点。不是。不是。亏得没买多。他就没有粉条的样儿。买那个大道散的吧。不是散的。也是袋儿的，嗯嗯，你看袋儿，你听到声吗？嗯，那就别吃了，你敲骨头吃吧。把骨头敲碎吧，我尝尝，不能吧？嗯，哈哈，别吃了，是吧？吃骨头吧。